下红鬃忙转走是上苦平路常如民间不一家楚雄万夫梁山不必奉献为百姓争一个太平天下看茶蛛丝马迹破一案流水落花心中自有明镜在一腔正气走天涯一腔正气走天涯先生，您叫我住嘴！堂上乃公主一司亲密使臣，休得胡乱称道。是。魏成，小人在。有何吩咐？你妻皇氏现在何处？说来惭愧，那贱人不守妇道，五日前。随人私奔了。那件绯红彩衫及翠绿花裙可是你为他买的？是正是小人与他置买的。紫娟。哎，紫娟在。站起来回话。是带宁哥给安婶娘买的。站过一旁。是带宁买的。那厮对我妻不怀好意，常常献个殷勤，我那贱妻得到他的赠物更是爱不释手。只是这等丑事小人不愿张扬出去，故未说实话。那套衣裙即为皇室心爱之物，因何私奔时未曾带走呢？这许是那贱人走得匆忙未曾带去。哼，说什么随人私奔走得匆忙，尽是一派胡言。你妻皇室还在永泰殿。那皇室系被你亲手击毙，
死尸就藏在后院草房的木箱之中。婶婶，婶婶，未成，还需当堂陈尸吗？啊，不，我找，我找，我找，只因戴宁与贱妻有私，小人早已怀恨在心，只是未曾抓住把柄，也无可奈何。那日夜晚，我从西镇讨债回来，姐姐莫哭，来，坐下讲。姐姐莫哭，哼，名为掌柜夫人，实则连个粗使丫鬟也不如。姐姐年纪轻轻，何必和那老财奴相厮守？趁那老财奴讨账未回，姐姐今夜就走。啊！我去弄些银两，十日内我去十里庄寻你。哎，今夜我要与郎大掌柜见面，不能送你，这点肉包带在路上食用。莫要拖延，快走。啊！我走了。想将他拖出郊外，暗暗埋葬。怎奈近日来，日日夜夜耳目繁杂，无机可乘，小人悔恨莫及，还望使臣爷爷开恩呐！画押收监。先生，请用茶。啊，好。你下去吧。使臣大人，小女给大人叩头。快快请起，快快请起。紫娟姑娘，对勘察御珠一案，着实有些功劳啊！啊，
紫娟姑娘，你那堂叔上无父母，下无子女，该犯夫法之后，所有财产均由你来承受。一应文牍字据，将由军司下敕颁发。多谢侍臣为婶婶伸冤。小女将厚葬婶婶。好了，回殿去吧。谢侍臣。狄公，今日午后，公主便要起辇，玉珠一案尚未澄清。狄公，速速审理吧。好。樊老将军，传令升堂。是。启禀使臣，毕玉公文总管的随从前来通报言说，文总管要来听审，即刻便到。听审，哼，分明是来设帐挡路。狄公，若有不便之处，小将可以设法挡驾。哦，不必，文总管乃先朝元老，既来听审，正可当面请教。功命在身，未能远迎，请总管恕罪。本不该前来讨扰，只是老夫素性好奇，很想看看梁先生是如何将王妈妈的哮喘病医好的。总管取笑了，请。总管，请。请。今日清晨闻说军司大堂要审理玉珠一案，审官梁默医生原是朝野闻名的京都大理寺丞狄仁杰，着实让老夫大吃一惊啊。在下官看来，总管未必吃惊。嗯，那日夜晚在碧玉宫内首次拜见总管时，总管便知梁默是何许人了。此外，公主丢失玉珠一案，总管也不是今晨方知吧？看来狄公对自己的推断似乎是深信不疑了。啊，
即刻便要升堂，请文总管上座。狄公乃公主一司亲命使臣，自当上座。如此，下官不恭了，请。请坐。校尉，请传令升堂。是。升堂。升堂。文总管，狄使臣。总管可知偷盗玉珠的窃贼是何人吗？听康将军说，窃贼名叫戴宁。往日夜晚，正当公主登上齐寿亭，供奉玉珠望北摇拜之时，那窃贼便驾舟前来。他对公主摇拜时的一应规矩了如指掌。此人极好水性，他将小舟拴在岸处，从河底潜游上岸，钻过一片杂乱的巨石，躲过上面禁卫的巡视，手攀藤条，脚踩石缝，爬上崖壁顶端，潜藏在齐寿亭下。这个窃贼倒很有些身手啊。哼，倘若亭上无有内应，窃贼绝难得逞。可惜呀，做内应的宫女兰秀已经死了，无法追究了。兰秀死了，做内应的却还活着。哦，他在哪里呀？戴梅香。梅香，奴婢在。你是如何为窃贼内应，还不从实招来？公主待奴婢天高地厚，奴婢焉敢造次？做内应的是大宫女兰秀。兰秀内应，你是何以得知？这，料你也不肯轻易招认。待本官与你讲个始末根由。那日夜晚，公主向北拜罢，照例要到凉亭南端面月弹琴。起居小姐搀扶公主走在前面，兰秀捧琴在后，你挑灯在旁。这时玉珠串恰在众人背后，正好是个空隙。你不失良机，装作一脚踏空跌个踉跄，手中风灯却做了把戏，在头顶摇摆起伏。那窃贼正在亭下等待，见风灯上下起伏，立即跳上齐寿亭，窃去了玉珠串。
梅香。在。这方绢帕可是你的？那日夜晚，公主正与我讲述丢失玉珠之事，也不知你受何人指使，竟敢潜入偷听。少时，你听得里面似有察觉，急忙逃去，仓皇之下掉落这方绢帕，谅你也未曾料到，这方绢帕恰恰落到我的手中。莫看你年纪轻轻，却是胆量不小，又不知受何人指使，竟敢投毒害命，意图造成假象，混淆视听。梅香，还不从实招认吗？我不动大刑，料你不招。掌刑手何在？在。我暂止伺候。是，说好。不，我招，我招啊，我招。方才使臣所言，句句事实，就像亲眼看见的一般。奴婢本不想造次，怎奈那宫中的官儿又是以死相逼。又是以重金引诱，还说事成之后保我出得宫闱，找个做官的夫婿自在一生。这也是奴婢见利忘义，才做下这等丧天良的事啊！祈求事成开恩呐！那宫中的官儿，他是何人？是讲，是何主事？啊，照狄公说来，贺主事便是此案的首犯。是重犯，不是首犯。首犯在他后面。哦，后面。是后面。或曰在他上面。上面有理，上面水烧得越热越好，要多放碱。是。请。
米公，贺主事既是重犯，可莫让他逃掉啊。请放心，康将军已将他请进监牢了。哦，遵照狄使臣的吩咐，天亮前就将他捉起来了。好，想得周到啊，想得周到啊，真可谓滴水不漏。然而那个后面，哦，或曰上面，也许看管起来呀。但愿他能顺应时务，事到如今逃匿莫如自首。自首？总管，手持锦衣卫腰刀在密林中劫杀下官的歹徒可曾查清？狄公的当务之急是先查清上面是谁。请问总管，本案重犯贺主事在宫中受何人节制？受老夫节制。一应公务又受何人差遣？也受老夫差遣。既是如此，他的所作所为总管就一无所知吗？古往今来，官高极品的文武大臣尚不乏叛主投敌之辈，难道一个小小的主事就不能另找靠山吗？哼，所幸贺主事业已在押，有他一张嘴在，首犯便难逃法网。狄公勤勉奉旨，断案如神，老夫早有耳闻呐。玉竹串一案，上涉朝中权贵，下牵平头小民，盘根错节，隐匿曲折，似此罕见的疑难重案，不消两日便勘得个经纬分明，老夫由衷钦佩。然而智者千虑，难免有失啊。在此案即将大白之际，却未把首犯涉嫌者监管起来，这可是一大疏漏啊。总管勿虑，此事狄公自有安排。我却不信，在狄公心目中，首犯涉嫌者有二，其一老夫也，奈何不将老夫监管起来呢？亦或是因为老夫年老体衰，腿脚不便，无需监管？可另一个呢？他虽年逾花甲，却身娇体健，善骑快马，一旦逃入京都，便会受到某位权贵的庇护，欲想捕捉归案，便势必登天呐。
多谢尊官指教。岂敢岂敢。带上来。走。抬起头来。这是一名锦衣卫，是在林中劫杀你的为首者，我是按照你昨日的描绘将他查出来的。这是那六个脚夫的头，雷公公首令命你捉拿他等，你未曾捉到，也捉不到，只有我的锦衣卫方能将计就计，顺藤摸瓜，这叫知己知彼。说，是何人指使你劫杀狄公？是贺主事命我去做的，小的不敢。贺主事说有雷公公做主，事后定有重赏。是啊是啊，没有雷公公做主，小的哪敢违反公规呀、啊？下去。是是。走。人常说善断者必多疑，方才的口供狄公尽可无信呐、啊、不，下官深信无疑，多谢总管。狄公，那雷公公狡诈多端，万不可使他走掉啊。总管勿虑，狄公早已令我将他监管起来了。哦，不瞒总管，阁下也被暗中监管了，只是不露声色，一旦有获罪证，便可随时拘捕。此乃公务所需，总管海涵。自当如此，自当如此啊。老夫生性乖僻，对足下也曾心怀疑虑，日前得罪之处，望狄公多多见谅啊。哎，不敢不敢。报。碱水烧热了。哦，知道了。烧碱水何用啊？总管，你到那戴宁将玉珠藏匿何处？哈哈，陶荣。圣上亲赐公主的玉珠串就在这里。万岁！万万岁！那戴宁用剪刀将72颗玉珠一一拆下，用朱砂汁调和金墨涂在每颗珠子上，再蘸以水浇，然后穿在这架算盘的12根铜条上，随身携带。请看，伪装得多么巧妙！这儿，这儿。
请各位稍后。新任蓬莱县令倒是官运亨通，转眼间便是亲命使臣了。官运亨通，多亏阁下。若无玉珠串一案，狄仁杰焉能进得这碧玉宫一步？如此说来，那玉珠串完美无缺，即将奉回公主。哦，恕不奉陪了。啊，那日夜晚见到你，便知会有今日。但凡人蒙恶念，明有刑律相系，暗有鬼神相随。有道是天理昭昭，不可欺惑呀。雷成凤不知自重，只有今日，否则谁敢对你大不敬呢？哈哈！老夫一生荣华，随死无憾。谢，休要放过虎落儿贺主事，老夫此去全台，还许他跟随夫是将随身宝刃暂寄桥下。
狄青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玉珠完美无缺，案犯无一漏网，此功非小，令人欣慰。哦，公主吉人天相，又有同僚协力效命，臣焉敢独居其功。此番回得京师，必向父王推荐，将请召回入都，改授内史。微臣新任蓬莱，不期能为公主微薄效命，已觉十分荣幸，岂敢再有奢望。啊，大唐有此良臣，父王之幸，社稷之幸，万民之幸啊。